中华民国110年国庆大会日前已圆满结束。上周节目中，军文社采访团队透过镜头引领民众了解空中兵力展演，各型机如何发挥团队默契，顺利完成分秒不差的编队飞行任务。今天的节目将带领观众一窥地面兵力展演部队辛勤准备的实况。国防部九月中旬甫结束汉光37号演习实兵演练，官兵弟兄姐妹们旋即投入此次国庆展演准备任务，各参演部队进驻虎口营区，加紧脚步，为国庆展演实施演练。烈日下，各型参演车辆逐一通过司令台前，整齐划一的队伍不仅呈现勤训精练的一面，同时也展示国防自主的丰硕成果。因为我是两旅工兵连刚出基地，我刚回来就接到这个任务，大概练了一个月，非常不容易，而且还要标旗对阵。对，不管车速快慢，从司令台上看起来都还蛮明显的，可以在全国人面前表现自己比较专业的一面，所以觉得还蛮荣幸的，还蛮骄傲的。主要就是在经过司令台面前时，那个车队的队距要去抓好，不要说突然过快或过慢。那假如说是车子前面他们的距离突然变远了，那你要在4.8到5.2公里的范围内，就是自己去稍微做调整，然后让这个整个队距可以看起来是一致，然后车队又可以标齐的。那我是担任车长的座位。那我会帮驾驶看他平行右边的窗沿，然后来帮他标齐对阵。那也会有时候可以透过阴影处，然后看左右车辆有没有相互对齐。然后我也会那个和驾驶讨论说，他跟我相对应的位置有没有可以让他可以参考用，就不会说每次都是我帮他看，其实透过他自己的视角去看那个标齐的部分。持续再往前推，各参演部队进驻到虎口营区前，已先行在驻地针对参演车辆完成初级保养工作，期盼以最万全的准备完成此次展演任务。我们269旅此次参演国庆战力展示的 CN32 跟 CN33 宇宙八轮甲车，在进驻到虎口场之前，都会在单位内先行完成初级保养，包含引擎检查、胎纹检查、流水电检查等等，确保车辆在行驶间不会发生任何机械故障的状况。之后，在每次预演及正式操演之前，再由虎口厂协助执行各项检查作业，让此次国庆展演任务顺利遂行。九月底，各参演部队在虎口营区完成最后一次预教后，随即机动前往台北新店东西营区，为接下来的总统府前预演及正式展演做最后准备工作。为了减少对国人日常生活与交通的影响，三军一队、国防部联合乐队以及地面兵力参演部队官兵，在大部分国人已进入梦乡的深夜，于总统府前进行场勘作业，并实施初次实地预演。直到国庆前三天，地面兵力才首次在日间进行全兵力彩排，让民众得以一窥参演部队的壮盛军容。后勤即是先勤，完善的后勤维保作业是确保任务顺利遂行的必要条件。陆军三支部虎口厂不仅在参演兵力进驻新店东西营区期间，协助各型装备于预演前后实施检整，参演部队在府前待命时，更安排抢修组在周边待命，为车辆进行最后检查，将各种可能影响操演的风险因素降至最低。在到那个台北场之后，在台北之后也到那个府前广场做演练。然后我们负责是抢救脱臼的部分，那我们做了很多次的
脱臼演练，希望在国庆展演的时候能够让就是装备确保妥善，不要有状况。后勤基本上不是在单位部队出发之后我们才动作，而是在部队出发前我们就要先完成相关的准备，才能够确保装备还有展演的顺遂。每一次演训任务的成功，奠基于官兵弟兄姐妹们无数次的辛勤演练。此次110年国庆大会，国军除支援冬奥英雄与帕奥英雄梯队进场外，同时也在宪兵快速反应连的引领下，展示救灾防汛装备梯队以及最受外界瞩目的国防自主装备梯队，包含云豹八轮甲车、雷霆2000多管火箭车、陆军微波车、海军雄风二级三型飞弹车、空军天宫三型飞弹车等装备，彰显国军是一支平时能救灾、战时能作战的精锐劲旅。展望未来，国军弟兄官兵姐妹们仍将坚守岗位，秉持好还要更好的精神，全力投入各项演训任务，矢志扮演国家安全的守护者，与国人一起带着光荣与自信前进，为国家开创更幸福美好的未来。